这车怎么开的啊？你这包车包成这样子啊？你说没有一万块钱，你根本下不来这个东西，你说。我都还没动呢，我就开了一会儿，就出来一点点。我哪有没动？不是，撞到我了。不是哥们儿。哥们儿咋的了？关你啥事啊？不是我是朋友啊，你咋的了这是？你看他把我车蹭成这样子了，我车开过的时候，他车是直接给我撞到了。不是哥们儿，这车就在停车位里呢。我是经过这边的呀，然后直接撞上来的呀，不然你看这漆怎么会没有啊？这车都没动啊。车动了呀，咋还没动啊？你看漆都刮了，是不是？你是那你给我撞的啊？我才动了一小下，但是他这个真不是我蹭的，我就还没动，然后他就说这个是我蹭的。但是我都没刮到它，我就动了一点点，都出来一点点。没刮到我，这漆怎么会破掉？你说，那你想咋解决呀？一万块钱吧。多少钱？一万块钱。不是你这车这么大点儿，你就要一万块钱呢？那我这车是什么牌子？啊？你不想想看。关键这车不是我弄的，我真没动，我就动了一小点，你才看才出来一点点，然后他就是。别说那么多，别说那么多，私了吧，私了。5000块钱。不是，哥们儿，来，你过来，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跟他说。咋的？我跟他说，你这是车吧？你都心里清楚，你是不是他蹭的？再说，那你开车开这么近，人家车都在车尾里没出来，你咋还要钱呢？他都刚说他都动了一点了。你动没动啊？这不没动吗？我动了一小点，那是出一点点线，但是你看距离都不对呀，我才动一点点，就是还没出来。然后他就突然就在我面前停下了，然后就说我把车蹭了。要不咱报警吧，行不？你看，报警就报警呗。报警，我告诉我们这可有监控，你自己想明白了，你这是不是他蹭的？别到时候到警察局看监控了，又不是他蹭的了。我告诉你，那就另一个说法了。有监控是吧？我真没。嗯。人乖。嗯。你说咋办呢？不是他蹭的就拉倒，这事儿就完事儿了。你这监控一会儿看完，对吧？那你也走不了，是不是？你蹭没蹭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就这阵地完事儿，你没啥事儿你就开车走。行啊，你听见啊？你解决了，解决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了，那别害怕。你去干啥去了？我就吐水管，我就没蹭到他。啊，没蹭，没事儿，他就是。对，他就看你女孩好欺负，他走了。谢谢你啊，嗯，没事，走吧，那上楼吧，啊，你告诉你还出门不？不出了。不出了。那行，走吧。谢谢你啊。没事，走吧。下次请你吃饭。行。帮我省钱了。行。